我觉得这是我选双打的原因，有一个人可以在背后去做支撑，那遇到的所有问题只能依靠对方一起度过这难关。就像我这次打奥运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就是你尽量去冲，后面有我们是一起去面对问题，而不是孤军奋战的感觉。就像防疫一样嘛，对，就跟防疫一样，接种疫苗，提升防御力，出门戴口罩，保护自己与他人，保持室内1.5公尺、户外1公尺社交距离，肥皂勤洗手，内外夹攻大力丸，落实防疫基本功，一起为台湾拿下防疫金牌。台湾加油！比完赛可以放松了吗？当然不行，就跟防疫一样。欢迎收看子筹高峰会。那么暌违的8年，那么这8年我之前上班的地方就不用再讲了啊，这是暌违的8年。那么8年呢，我们之前的台股是从7000-8000点涨到现在17000，17000，今天是已经跌破，今天是大跌。所以第一次的开播，第一次8年来第一次的开播。那么我过去的经历来讲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再讲了，因为就是。一连串的事情，然后呢导致功率更高了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现在行情呢，当冲教学，我是跟大家讲，第一个你要当冲教学的话，第一个请各位务必要了解股票形态。那大家呢，如果说你不认真去了解它的形态，你老是喜欢从投顾老师这边得到一个多空的讯息，你很容易呢没办法成长。没办法成长的时候，你是找老师，找老师，找怎么找你都找不到，因为你找老师，你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心你一直在找，花钱一直在找，你还找不到自己的心，自己的定位是什么？我们在讲，就是说我过去写了很多的书，这本书叫《独霸期货市场》，《独霸期货市场》这我的名字没错，对不对？你来看一下，这个是2002年的10月份，2002年10月份，我用美金换台积电美金35块，联电20块然后呢，美金因为当时外资不断的卖台积联电，所以呢，台币贬值到35.1，那么台电跌到35、34.8，我用买一股35块钱的台积电，也就是呢，美元定存解约1块钱就可以买一股的台积电。台积电现在呢，台电涨到哪里？我们看台积电哈，台电最高呢，我们说35，现在最高涨到679，679对不对？那台积电会不会死？还没死因为至少长线呢还在做支撑呢。所以以前我的方法论就是说，1块钱美金。解约买台积电，你现在的台电反过来600多块，35对不对？涨得将近25倍方法论只要对，你就会赚钱。所以我现在很轻松跟大家讲，更轻松的方式是直接用当冲处理。那当冲呢，通常呢是冲来冲去，冲到马桶去，因为你不晓得逻辑在哪里。好，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。台积电呢，在这个地方不是很红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在行情解读上面来讲的话，台积电从500块直接拉到679块，这个速度是最快，所以它是属于速度式的上涨。形态你要了解，上涨形态叫速度式的上涨。所以呢，它急涨急跌，急涨急跌，台积电会不会死？不会死。可是你觉得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你去买的航运股，航运股又大跌，死得更惨。事实上，航运股来讲早就破底了，破底来讲就是破底空，破底空一路空。但是外资告诉你，长荣会涨到290，
我要290，我现在120几去买的话，至少还赚一倍多，你就很放心去买啊。所以它就是致命的吸引力，致命的吸引力，对不对？那么长荣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早就拐头向下了嘛，它今天来讲就破线了，对不对？破线啊，整个拐头向下，所以长荣最好赚，也就是速度数的上涨是最好赚。现在一直下来，他说会到290，最高233，收尾要过前高。这种指令一发的话呢，就是催命符了。所以我们将来哈，我们的节目会告诉大家怎么做当冲，然后呢，我会举一些当天做的例子。我今天是8年来第一次上台，当然这也是我衷心的期待。我终于又爬上了这个台，我终于又重掌我的江山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说《孙子兵法》有讲，明君贤将，你为什么当成明君贤将？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向于事，不可厌于度，不可取于人，一定是知敌知情也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以今天的长荣来讲，它高档的浮额很大，都是融资。那融资的话，谁去扛呢？不愿意扛。那你做当冲的话，本来量很大，旧的台股，因为每天成交量4500亿到5500亿，现在把航运三雄关紧闭了，你当冲的量超过多少，你就是要关紧闭，所以大家不愿意冲，就变成今天可以的话低接，明天高出，叫做隔日冲。那今天不行的话，直接就灌到底，杀跌停，这是筹码战，这是筹码战。一样，我只要讲一档就好，什么长荣啦、万海啦、阳明啦。各位看一下万海，啊，万海最好赚的是这一段，就是速度式的上涨，速度式的上涨，它要去化解上面的一个套牢的卖压，就逐渐杀，逐渐杀，逼得你呢一定要吐血。行情是很无情的，各位了解，行情是所有无情，所以你必须呢利用我的方法论去赚钱。我在大陆教书的时候，在上海教书的时候，我最著名的三段式论法就是说起始空、反弹空跟破底空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万海，这个是起始上去之后的这个高点，万海在353这个地方叫起始空，接着呢就是反弹到这个地方叫做267反弹空，来破底空就是破底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昨天的点就是点到破底空，那介于就是说以他基本面获利那么好，他要不要触底之后反弹，他就不反弹。不反弹是因为美国的问题，是大陆问题，大陆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限电。美国很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苹果在破底。苹果破什么底呢？苹果的话我这边是修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苹果只要破线350的话破了，对，破了就破了啊。所以苹果破的话，我们的电子股就很惨了。所以往后的时间里面，我今天是第一集开讲啊，当冲啊，那么其实最好赚就是当冲，散户是没有压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行情要大跌，开盘是多还空？空嘛，空的话尾盘补掉，或者盘中有个低点就补掉。我们很著名的一档股票叫台阳，台阳又走到另外台积电的例子，就长虹见反转。所以这个波段来讲叫做速度式的上涨，主力急于作价啊，主力急于作价，直接喷上去，喷上去之后直接遇到利空，直接灌杀啊台阳。那台阳好不好？就是因为大家看好嘛，所以你不用我不用问你好不好，好，然后所以呢 K 线是如此表示。那么今天台阳，我们这样讲就是台阳啊，你今天的台阳，哎，今天怎么去做当冲？翻不到线上嘛，对不对？随着大盘在杀，它也杀嘛。那这一个技巧在哪里空？在这个地方空，这是台阳的主空点。以后教大家方法论，因为时间是有限啊。那么将来参加我会员的投资朋友们，每个我都帮你当成是一个学习者。而我在魁伟8年上来之后，我当然今天没有任何的部位，所以我今天很轻松。为什么？我没有任何部位，没有任何的冤亲债主。以后就教你做当冲啊，当冲是将来的主流。你像现在10月份一直到年底，它会起起落落，它不会一直跌，一直跌的话就很惨了。
我们像我这刚刚讲的台积电的例子，我们那时候在点在4000点以下，现在是多了13000点，是17000多点。那你说在底部区的时候，你很智慧的去用美金定存换台积电，那么现在在高高在上，在往下跌，从起始空、反弹空跟破底空的境界里面呢，你要体会到一点，这个东西就是只有当中会赚钱。那当中你要找到好老师，否则就是当中每天都冲到马桶去了，那也不好。啊，这是今天讲我魁伟八年来告诉大家的验证我的方法论，台积电，这是用外汇的关系，当外资大举出脱台股。汇出去的时候，台币贬值到1块钱美金兑35块，我是利用了这个方法，把台积电呢在外资大卖到35块以下的时候，美元定存解约买台积电，现在台积电最高679块。第二本书来讲，我们不讲，不告诉你什么叫选择权，一日通，百日变富翁，是告诉你当冲变富翁。那么当冲的这本书将来也会出来，所以未来。我们鼎业投顾发达的一个产业就是我们有一个 YES 里面呢，我每天花10分钟5分钟教你一些啊当冲的尝试。当然啦，我不会教你直接做的话，我何必花5分钟10分钟教你做，那人家还加你会员吗？所以呢，慢慢来，从每一天成功的例子里面呢，你可以慢慢欣赏，慢慢体会这个行情要怎么做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懂得什么叫形态，什么叫形态，因为起始空的它是处于什么高阶的上涨，高就是高角度的上涨，叫做速度式的上涨。速度式的上涨它终结在哪里？长虹见反转，我们讲2454的联发科，我们讲2314的台阳，都一样。下期回来我们再持续再讲如何做当冲。金融广告，2022荣耀回归，就看第四季888长虹专案，让您信心十足，一路长虹。长虹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并不需要，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，少一些会更好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我们现在讲另外一档股票叫华讯啊，华讯，华讯它急涨坡的时候，这个我们叫做Speed， 速度式的上涨啊，速度上涨之后，它的终结点就见高点之后直接下跌，下跌这个波段叫做起始空嘛，这个反弹上来无力再弹叫做反弹空吗？
那么这个破线叫做破底空，事实上它是处于破底空的状态。为什么要去了解起始空、反弹空、破底空？各位看，我解释道理给你听。起始空来讲，你每天都可以追高，每天都可以当冲出场。到了反转的时候，强红见反转就每天空、每天空、每天空，它就是一个当冲的要领。那么到了另外一个反弹空，你要了解啊，起始空第一波做多，第二空杀就是放空，当冲空、当冲多。那么反弹空的话是反弹上来之后啊，这个波段还是做多的，还没有死，死了之后直接每天可以放空、放空、放空一只股票。所以呢，操作当冲你要成功，最主要是你要针对一只股票来操作，你不要很多股票就乱枪打鸟，那是必死无疑的啊。这是华讯啊，华讯6237之前的标股啊，最高涨到130啊，177啊，100。这里是177，然后逐渐下跌，现在已经破啊，今天早就已经破百，除以二了，对不对？这177除以二，除以二了。所以当你见高点之后，它的目标价你就是除以二，高点除以二很快。那么有些操盘软体来讲的话呢，是尝试过看过很多，它之所以不准，是因为出现太多的信息，会麻痹你的神经。如果一天你的融资当冲的额度用光了，你想看对也没有办法，你就没有额度可以用。后来呢，就主力来讲，他会做一个隔日冲。那隔日冲又影响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资金的问题。你有办法买个拿资金1000万500万放着明天去冲吗？明天有可能上，有可能下，所以比较好的方法还是 day trade， 还是做当冲。那当冲方法论来讲，当然就是也是期货的，也是股票的。现在股票波动率特别大。中国大陆的股票它的涨跌停板28%，所以要活要死也很快。你要赚很多钱很快，你要死也很快。像茅台2600一下跌到剩1500，20%嘛。那台股来讲是还算保守，是10%跟10%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我们这个资金来讲的话，严格控管你的部位，就是你的账上的资金，你只能用500万、600万、400万、300万，用你手上额度的一半先去做，那做对了再加码，做错方向停损再返啊。所以像华讯来讲，今天要破底，其实华讯来讲你可以看破均线10天、20天、40天全破啊，全破当然就是空嘛。你还有那种怀疑的倾向，就是说它从高档跌下来，所以呢我要去做多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傻。我们讲2603每天都是带大量啊，每天带大量，今天也是带大量，不过今天30万张是带大量在杀。那么主力库存呢，从投信三大法人直接全部带出来砍，全部拖出来杀。为什么？外资一直告诉你它会到290，现在233是高点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有好消息再上不去，下来就没有好消息了。现在的长途运费呢，船运已经在减价6%，对不对？在6%，那这6%来讲，一个稍微一个利空直接破线，所以它再来支撑点肯定就是在更远的年线、半年线。那你从这里再杀到年线、半年线，你不杀到吐血了吗？所以呢，你必须。我不讲让什么长线保护短线，短线保护长线，那保护来保护去就是互相残杀。你要么就很干脆每天出场，每天没有烦恼，即使我今天当冲赚钱出场，明天再跌停板也干你没干你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么2314呢，台阳，对不对？台阳它的形态就是过高，有没有过平台高？这是右空盘嘛，过平台高直接喷出去。可是昨天的拉到接近涨停板，今天杀跌停板，什么？因为大盘不好嘛，它也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，14000、15000的成交量顶多。可是你长荣来讲，动辄30万张，今天如果说你部位大，你去做当冲长荣，做个40-50张很容易啊，可是要死也很容易啊。你看直接杀到跌停板，对吧？2609啊，是不是每个线型都好像都是破大均线啊？
有没有？这是万海啊，万海，万海人称万公公啊，海公公，海公公，一个是红海，一个是万海啊。那么红海也不好吗？那么我们在讲当冲的时候，像这种红海来讲，你不用去当当冲它，因为它下跌上涨幅度有限，上涨下跌幅度有限。那么这一波的速度是上涨，它是随着台积电上去的啊，台电啊下来，它也跟着下来。那么台积电来讲的话，将来还有更大的利空，因为美国要它的机密，什么机密？菜单嘛，啊，菜单，菜单要给它，你如何料理？像我们在看这个海绵宝宝的时候，不是有蟹堡王的秘方嘛，对不对？蟹堡王的秘方，我这个八年了、啊、没有上电视台，没有上电视台，我去了哪里？我去上海教股票、教期货。那么 我做的最如意的就是铁矿石，因为一路做多。那三年前我就退出了，回来台湾，啊，回来台湾，回来台湾又写的另外，我不是在股票部分呢写了。有十三本书，对不对？有十三本书哦，写了很多书。那我以前是干嘛的？高考及格，硕士毕业，空军少尉啊，伦敦期货公司，这是做铜铝镍锡铅锌铝合金的，财政部政企会。那一直这个八年里面呢，就是说我的时间也没有空过，我另外写了十一本书。那写了什么十一本书呢？暂时先不告诉你。现在重点就是说，你今天拨个电话进来，加入这个当冲教学的学员啊。当冲教学当然会教你做，你不断成功的验证里面呢，你才会有信心。那么你在对形态判别不清楚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呢，啊，失去了大方向。像这个叫做国际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、国际哈。国际来讲的话，最低呢跌到哪里？203，从1300除权以后203，这一波的反弹来讲是全部破线，全部破线，今天又遭逢利空啊，遭逢利空。所以我在解盘的时候，我比较喜欢解什么盘？实实在在解盘，讲过去绩效没有用。这八年来，我过去对你们来说，我没有任何绩效，也没有任何的冤亲债主，因为我今天才重新上台，我私底下也没有去勾结人，跟人家勾结，去跟他代操，或是给他什么建议，我是过着很清清白白的生活，现在是一张白纸。我现在只想告诉你，就是说，你如果想学好当冲的技巧，你就从今以后啊加个会员。你说两个月、三个月学不会，我不相信你半年学不会，而且我的学费是超级便宜。啊，各位看一下这国际，国际来讲的话，什么线几乎都破了。MLCC 来讲怎么会这样呢？过去外资告诉你会到600块，现在跌到417.5啊，对不对？417、418。然后2603外资告诉你会到290，现在跌到跌停板113.5，国际会到600，结果跌到这里。所以呢，你悟性。误踩地雷，误信分析师的话，误信外资分析师的话，你就是只有赔钱一途，心就会很痛。把这些不要赔的钱来花在建设自己的家庭，不是很美好吗？大家出门赚钱都是要赚钱，你听我的解盘，我也是要让你赚钱。你听我的，当我的会员，我就要让你赚钱，不要过得那么辛苦啊。现在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，你应该听人家讲，这个已经怎么样？速度式上涨之后的大跌之后的 V 转之后的反弹空下来。所以呢，一只股票好的股票它有三个阶段，一个叫做起始空啊、哦，我们来讲，这个是起始空，对，在哪里？啊、600、644，反弹空在哪里？600，破底空就是今天。所以叫起始空、反弹空、破底空，各位这样了解。那么这些的背后因素催促它会起始空、反弹空、破底空，只有两个因素，一个叫大股东的筹码，第二个叫做市场的资金。市场资金你要分成什么三大法人，对，四大基金、三大法人，那比较复杂。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把它归纳一个原则，就是起始空、反弹空、破底空。因为所有的股票到走到多少都一定是走空，他不可能走到天上去的。万海，
万海，当你看到300，你就看到400，400看到你就看到500，结果现在请你情何以堪，已经下来。所以当你发现呢三天不够高的时候，形成了高档圈的时候，它有可能是起始空。起始空之后产生了一个什么浮动上扬，这个叫做反弹空。这是反弹空，反弹空的话就出货是涨停板，出货是，所以涨停板有很多事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呢今天跟大家讲形态哈，形态，这个11.85块涨到353，这叫做万海。那么11.35块的地方叫做形到水穷处，股票三阶段，多头三阶段，不是起始空、反弹空、破底空，那是空头。多头三阶段，第一个叫做形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；第二个阶段要正式大涨，叫坐拥江山共逐梦；第三个阶段就是聚散两匆匆，此恨无穷，三个阶段。所以呢，空头再讲一次，讲完之后听完打个电话进来，我们要开始做当冲，跟我们好好学股票的空头三四是起始空、反弹空、破底空。股票上来的三四是什么？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；坐拥江山共逐梦；最后聚散两匆匆，此恨无穷。欢迎各位打个电话进来，跟我一起操作赚大钱。这个阶段多空不明的时候，我们当冲最有效。谢谢各位收看，欢迎加入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